每年的正月十三，延宁宫就要开始搭设妈祖这塔。妈祖这塔的搭叠，既与甘蔗寓意生活节节高、节节甜，在莆田民俗中常作为供果使用相关。结这座塔用心情，如履薄冰迎神分。三日垒出玲珑台，庆赏元宵始成文。后人的技术既突出了妈祖这塔的造化之妙，又对这塔中食用红染红的这节答出庆赏元宵四字的巧思表示感叹。